What's up, everybody, and welcome back to GeForce Garage. My name is Dwight. At NVIDIA, we always try to test the limit of what's possible. So today we are working with Inwin to build the next generation gaming PC. This beast is going to be water cooled by Master Modder Kun Mod from China, complete with two GeForce GTX 1080 Ti's and SLI. But the true star of this build is a new concept chassis from Inwin. This intriguing new rig offers the latest designs inspired by popular sci-fi movies. I can't wait to see it, so let's check it out. Modding， 我觉得我最享受的是整个安装的过程和当你组装完了，在通电的那一瞬间。接到这个Inwin的这个通知呢，来组这个最新的这个概念机的那个温霸，其实也是比较开心的。玩家的视角来看，他做的其实已经超越了机箱。当然要考虑这个48小时的这个安装啊，刨去了这个构思啊，其实真正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并不多。 我看到 Winbo 的第一个想法，如果要做一个深入的 MOD， 重型的吧，我会把它改成一个吃豆豆的大鬼。哦，吃豆豆的大鬼。对，比较像，很像。首先呢，拿到这台 Winbo 的话，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整个把机箱拆碎，拆碎以后看它的结构，包括它里面的空间。 然后通过用尺子去量它上下左右里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球体，里面装一个方形的东西，我们要看里边整个的空间，怎么来利用。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要把相应的硬件配置，把它装进去，主机板啊、显示卡啊这些东西全部装进去。然后看装完，应该说硬件以后，我们还剩余的空间有多少，然后再根据剩余的空间。 然后去调整我们需要装水冷配件的这个位置，因为的硬件，对，统统都是在同一个面，对，而既然它要有一个智能的感觉，我就把它投半，就感觉像是人的左脑跟右脑，对，最后再配置成，哎，左边是主要的主机板，右边可能是它的记忆管记忆的，或者是动力来源。因为看渲染图上也有那个人眼的那个摄像头的那种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跟 AI 啊人工智能啊可能会有一些关联。传统的机箱可能是装的时候在背线啊或者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藏到背面。 但是温爆的话，它是360度全开的嘛，你必须保证每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是一台完整的 Modding。在水冷的部分，我们也是想了很多，比如说它的水泵、它的冷排和它的整个硬件的仓位在完全两个空间内怎么去连接，然后怎么让它美观，然后我们采用了传统的这个水冷的走管方式，以串联的方式。 首先水泵给出的水流直接到了这个显卡，两片显卡我们做了一个并联的处理，然后让这个整个的这个水阻变小。线材的部分呢，其实这台 Winbot 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些准备活动，因为一台高端的 PC， 肯定需要这些定制的线材。我们根据 3D 图纸呢，预估出来了我们心目中的这个应该用的线材长度。然而在实际的施工中呢，我们发现我们。 做的线材长度还是有一些偏差，相对于长了一些。然后我们用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把多余的线材藏住了。这里给玩家的建议是呢，如果说你想做一台完美的 PC， 你可以先把所有硬件采购回来，根据硬件的各个位置来量出你具体要用的线材的长度，然后这样做出来的线材才是最合适、最完美的。 这次这个 Winbot 案子，我们经过48小时的改装，已经基本完成了。然后呢，在施工的过程中呢，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在设计水路和水路实线的这个方面，有一些困难。比如说你想好的东西，实际上去操作的话，可能因为空间，可能因为距离的问题，然而到最后的调试呢，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然后全部解决了。 整个过程非常愉快，比较动脑子动手。
All right, well, that was an awesome case. I mean, a sphere case really opens up a lot of possibilities. We know a ton of modders, so it's really gonna be a race who makes the first Death Star Pokeball or even the Game Sphere from South Park. You guys know which one I'm talking about. Anyways, if you guys wanna see more videos like this, be sure to subscribe down below, and we'll see you for the next one.